赛过一点。各位同心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好。辛苦哈！咱今晚要讲的题目吼是妇女的使命。咱妇女的使命，天命呢是讲女人，咱天生生落啊就会晓的，吼、哦、是相夫教子啊，嫁翁生囝，这咱拢天生会晓的吼。使命呢，就是讲咱一个真正理想，佮对别人有帮助的一种奉献的心。咱像台湾政府，咱四百年来，咱家己要建立咱家己的政府，咱这种的叫做使命。咱每一个人站出来奉献家己的时间、金钱。咱要来做一个非常非常高尚，佮而且呢，对别人帮忙足大的善事，叫做使命。所以呢，咱查某人唔是干阿要住厝，甲厝做好。我过去讲到的吼，讲咱查某人，咱即马台湾的妇女，过去咱嘛是日本人，咱知影全世界的妇女呢吼。就是日本婆啊，人上学了对哦。啊，因为咱是新民，咱要做比日本婆啊，搁较日本婆啊，对不？所以吼、哦，所以台湾民政府的女性是上界伟大啊，对不？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今麦要讲这个使命吼、哦，咱今仔日就是讲高级班呢，咱毕业以后，咱就是准台湾政府。政务官官员足大个对无？所以呢，咱足济代志，咱爱来探讨，爱来注意，咱爱提升家己，唔好后摆方讲，哎呦，哎比国民党佫较惨哦，安尼吼，我看就是足了然啊吼。咱四百年来，敢若这边的机会，咱的心是足达到全世界来敢学咯，因为台湾的妇女。哦，愈来愈侪咧！我拄啊出来的时阵无啥查某咧，啊，即马吼，真侪都是九月份开始哦吼。秘书长甲我讲，较紧的吼，美女一堆啦，你较紧来安尼吼。所以我都拢伫遮吼，拜六吼，中昼食饱后吼，啊，就叫各位的妇女讲来，我妇女会一楼的办公室讲，啊，咱来喝一下咖啡吼。啊，其实有时也是泡茶尔啦，无一定咖啡啦吼。啊，若无咱嘛有有迄个杯水伫遐吼。咱来探讨一个讲，咱妇女现本时咱应该爱做啥物吼？爱了解讲妇女会伫咱台湾政府是扮演啥物角色？全世界的妇女会是做啥物代志？所以呢，咱即马也袂讲遐长以前，咱就是讲咱要。后摆做一个好的官员，咱应该具备的条件就是咱爱注意什么条件吼。啊，所以讲，虽然呢，每一个人，我看伫遮是大家拢比我较敖，啊是惊讲大家人袂记住，咱来提升家己这个代志呢，咱会使讲每一个团队都是爱有教育啦吼。啊，咱这属于讲咱一种。教育的课程，提升自己，然后咱就是讲爱家己，爱注意，爱了解。如果那是无注意、无了解呢，咱这个职位后摆啊就不保哈。所以这真正重要。我为着关心大家，咱后摆啊安安稳稳做了真好的官员，所以我认为这个课程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呢，做事容易。做人难呐、啊，做人好做无？歹做嘛吼、哦，我做到即马吼，大粒瓜、大粒瓜、细粒瓜吼，嘛阁足济人咧嫌咧吼。但是咱唔免惊人嫌吼、哦，咱爱改进。有人敢嫌，咱就有进步的机会吼、哦。所以呢，我也是讲，咱为即马开始吼、哦，咱斗斗来探讨。若有拄到我的课呢，
我大部分是讲这个部分吼，我认为足重要安尼吼。咱一个团体里面呢吼，咱做诶讲，不要做出头鸟啦吼，吼。为什么无爱唔好做出头鸟吼？讲遇到代志吼，拢要冲大前，啊做比别人搁较牛诶这个架势吼。因为每一个人拢希望家己脱颖而出嘛，吼，这是每一个人心愿无唔对。但是呢，外口讲的人讲，你无迄个腹肚，唔好食迄个泻药吼。就是，吼，咱来提醒家己，咱坐迄位，坐会调坐偌久无，卖予家己伤大的压力。但是拢完全无压力嘛，无进步。哦，安尼讲起来真难呢，这行也袂使，那行也袂使。啊，要讲的是安怎？嘟嘟啊好得，吼、哦！咱人做人讲嘟嘟啊好得，中庸之道啦，吼、哦！所以讲吼、哦，你爱有把握，那无把握，后摆啊吼，你很容易家己下台，或是自己找来很大的麻烦啦，吼、哦！咱家大家拢有够大，有够大的大官，不过就是讲咱为即马去，咱准官员，你爱家己自备。你家己爱先思考、先准备，咱后摆要伫台湾政府，咱要来服务啥物？每一项拢会使。我有一个朋友讲，我也无读册啊，你要叫我去遐也无效啊。我讲袂无效，吼、哦，阮以前的前州长讲，你吼、哦、全台湾敢那，互你一个无读册的，互你做官，安尼你有欢喜无？伊讲当然嘛欢喜。啊！叫你去看人水沟啊，清有清气，你会无？好，我足牛的喏，安尼就会使啊咧吼。所以讲，无一定爱做足大位迄位，你会向的迄位吼，先准备好就好啊，好不？系安尼吼。哎，啊，遥控器咧，遥控器咧。哎，是，等，刚才忘记拿哈。哎，拜谢哦！哎，我跟你修理，我家己总安尼讲哈，啊，用好才好我，哎 ，OK， 好。即摆咱过过来题目就是讲吼，要低调不计较啦吼。啊，即摆唔是低调不计较吼，低姿势的呈现吼，就讲咱做人爱谦虚，爱低头。碰到吼别人的过错的时阵吼，当作吼没事，就是足侪人吼犯着这个毛病吼，人若有一点点啊的过错，扩大宣传，哦，这个人安怎安怎讲讲哦，风风雨雨，这种吼在咱团体内底吼伤害介大，和这个人无法度在这内底生存。人讲绝人的生路吼，这个罪足重的，所以人一点点的错误，咱爱叫边啊啊某位人啊，你这个小夸改一个，你足标准的啊，这个若改到100分，咱无必要讲甲大家人宣传，你代志唔通安尼，讲家己的好话尔，全部讲人的歹话吼，所以讲这吼。爱低调处理啦吼，这足重要，因为咱即马是大家庭吼，大家拢是一家人，对不？爱合好，对不？因为咱台湾人无搁再有这个分的这个本钱啦，咱绝对爱团结，对不？吼，所以讲吼，咱一定爱有修养，有老人。的智慧吼，会当原谅人的智慧。反倒转啊吼，如果你若高调诚信吼，发
现人一点点啊，错误大惊小怪哈，叫人哈，人家哈会觉得你没有气度啦，都无度量啦，搞斤斤计较，和别人哈，安尼慢慢啊，都会离开你，唔你家己做伙。咱每一个拢是政务官，后摆咱要带领的人是真正多。如果你那是讲，互人为心肝底。把你尊重，大家想要对你，安尼才是成功的人啦，对不？袂使用你的权利，讲我做比你较大，我讲的就算是，我高兴就好。讲什么你爱甲我听什么，这种的人的心慢慢就是远离。咱做一个领导人，咱就是一定爱带人，爱带心，对不？爱用心甘情愿，对不？把你服从。是爱听命你的控制哦吼，所以安尼后摆啊，你家己会帮盘。咱即马无简单呢，得到这个地位，咱无简单有这个福报，所以大家人爱好好诶，小心注意，家己迄份家己就好，唔好讲食一碗看迄碗吼，好啊，嘿，茫贪心过济啦吼，拄好就好安尼吼。来，咱即马就是。搁落啊哈，无私以忘我哈，就是讲哈，咱即马去吧，每一个人拢是人才，36行，个个拢是状元呐。每一个人伊个专长拢是咱袂晓得，所以咧，唔好讲，干那只看几个人讲，哦，即几个足敖，啊，迄几个讲，我不可一世哈，我是上敖的，唔好安尼。因为每一个人，咱一个国家不是企业哦吼，咱若企业讲安尼啦，每一个同行啊，拢甲拍跑败，拢甲拼拼倒，我是吼独创一方的霸主。啊，咱政府不是安尼呢，咱每一个机关、每一个机构、咱每一个地方，咱拢总足需要，搁而且呢。拢总共款平等平等吼，唔是像咧做生意安尼来管理吼，唔是有咧管理企业安尼讲，大家拼倒啊！干那我记个我王永庆无我郭台铭吼，咱政府的领导能力，每一个机构都是拢足重要，每一个机构都是拢平等平等，袂使讲哦，我着加较大，啊你着较少吼，这个心理一定爱建立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来到这，咱把咱的所有的尊重呢，和咱需要的人，唔通老是留一手啦吼。有人就是讲，像咱即马发生的问题，就是讲，足侪人拢未向电脑对哇。吼、哦、啊，阮早期吼在讲练电脑的时阵吼，老是拢会留一手啦。要收啊，咱若要开电脑教解啊，老师来拢会啊吼。老师坐长的要开，拢开袂好势。啊，即马查查的教授啊，讲内底拢设伊的密码啦。啊，咱设伊的密码无伊来开吼，也无敢讲，咱拢袂晓一下啦吼。所以讲，咱一定爱真心去吧。拄到咱的专长是拄好咱台湾政府爱用到的，咱一定爱打开心胸，一定爱有风度，一定爱有度量安尼吼。来教教有需要要用的人，咱每一个拢是奉献，安尼正好做使命啦，对不？所以咱这个使命呢，不但咱是妇女，咱查甫的，咱要做大官的，查甫的天，查某的地嘛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人讲吼，后遐袂当变长的啦吼。查某的咱就是爱认命嘛吼，咱做好咱查某的。合作查甫的只大官，啊，咱查某的妇女会是坚尔啦，对不？啊，但是坚嘛足好嘞。咱吼，若平平领伤济，啊，工课较少，安尼好唔好？足好嘛吼，无一定爱去做官啦。啊，官啦都袂成哦。有人讲笑讲，已经官硬化吼，安尼嘛无好吼。所以讲，爱有迄个本定啦。啊，咱查某的，若较含慢的，嘛是有。足够的有哪有哦吼，不过就是卖逞强啦吼。啊，咱即马吼，来即个
民政府咱就是爱用心来奉献，甲咱所有的要了解的，甚至讲咱入来，啊，我都法律较会晓，啊，拄啊入来，啊，那袂晓的人，咱入来吼，伊若讲了唔对，咱嘛唔好当场甲讲，啊，你讲安尼唔对啦，我讲就好，吼，你讲啊，即个爱修正安怎，袂使去伤人的心，讲哦，拢你足敖就对啦，啊，安尼来讲吼，会失去这个朋友对你的尊重啦。马上讲吼，啊，我入来就加真大，我认为讲大生意嘛摆较头前啦，啊，无一定较大啦，因为咱也未执政吼，即马摆的架构是拢摆伫予美国啊看啦。啊，咱若真正要执政的时阵，依照你的本领来派一个啦，对不对？吼，所以唔好想伤济吼，话讲阮这。妇女话唔是官，是根娘娘吼。我讲我共根就足好个啊啦，吼吼啊！所以吼，咱嘛是爱了解讲，妇女真正辛苦吼，爱整理家庭较侪啦吼。啊，爱教育子女，爱当徛厝啊呢，过来为这个政府来吼，甲查甫个平起平坐是无简单啦，对唔对？哈、啊。八面玲珑哈，啊，这八面玲珑就是讲，咱要安那讲，就是讲吼，拢总得做好人。咱一个团体内底，应应有纷争呐，啊，有纷争呢，咱就是讲，拄到人在讲代志讲，我安怎安怎，有边个人啦，啊，卖讲啦，哎，又无啥物货啦，因为唔是你家己的代志。所以讲，迄无代志，咱遇到代志爱互讲清楚。所以呢，后摆啊，咱领导人的时阵吼，嘛是同款。所有的下底，互你的意见，咱爱接受，一定爱去了解真相，一定爱知影问题的症结在哪里，袂使讲凊彩吼。边啊听到的人就较紧讲讲，哎，无要紧啦，无代志啦，啥货啊吼。啊，一个代志，你若讲细细点啊吼，无七落掉，变大点，乌点伤大就七袂掉，讲小不忍则乱大谋啦吼，变真大个代志。所以讲一个代志个起心是真正重要。像我读伊个吼，我有一个观念拢共讲安那，你小可拍卡手，你爱较紧去啉烧茶，一定要把病情压下来。不管你疾病医学、健康医学，咱就是袂使予伊延伸到你无法度去含药啊，都压袂落这个情形哈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小事情不要小看啊，一定爱袂使讲啊，逐项拢中啊，大官若讲啥拢中好啊，好这八面玲珑，边个人吼拢一定。会去沾嘴啦，沾嘴无一定会丢吼，所以吼，双方咱啊息事宁人吼，但唔通无明白道理啦吼。伫咱这个场所吼，就是职业场所的利益所在吼。你讲一边好，是一定一边有吃亏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会侵犯到人的利益，就是伊的，伊迄个犯到讲吼，怒火啦、口角啦，会当。会吵架啦吼，会诽谤，迄拢是必然的。所以利益到最后咧得到的吼，是讲这个处理不讨好的效果啦。爱伫家己的身上，明明是人无请你来，啊，你家己主动就是咧做好人啦。所以讲，这就是袂使安尼做。如果咧吼。你若处理了无好势，伤病拢唔是人。佮而且呢，咱团体中间拢一定爱注意这项啦。吼、哦，如果若有人有纷争，啊有在甲上司报告啥物，咱听到，咱无一定爱乌白去插嘴。吼、哦，表示讲哇，我比你较会忍耐，还是讲我比你吼、哦、较无所谓，我的心胸比较大。因为我拢有甲人讲一句话，代志唔是发生你的身上，讲的拢足轻松啦，对无？
如果若发生伫你的身上，你的感受就无同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袂使摕别人的感受来做你家己的判断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伫这内底真爱足济代志爱注意安尼吼，啊，咱阁下底一条，啊，无管家己的代志吼，就是讲高高挂起吼，这就是讲，如果呢，你别人的代志吼，你过头关心吼，我拄只有讲讲吼，我嘛捌安尼讲讲，哦，帅哥你开遮水，我看到人我足爱讲娱乐的，用你讲安尼啥物意思？安尼嘛袂使呢，啊你讲这是啥物用意？哦，做人也歹做对无？所以呢，讲爱适当啦，啊你伤过头热心吼。像咱即马去共讲，啊，你着爱来民政府，咱来了解法律。足济人嘛拢敢拒绝对无？啊，人嘛想讲，啊，你购物者毋知趁偌济呢？啊，毋知有抽无吼？昨我阁有听到一个人讲，啊，我若介绍人来上课吼，啊，敢无啥物红利？昨我有听到呢。哎呦，我讲啊，咱无咧做促销呢。而且搁介绍来，咱爱搁做保证人呢。吼、哦，那迄无正常的吼，啊来甲你扰乱，也是搁会妨害着你呢吼。不过咱大家拢足热心的，咱是有时啊无去考虑遐济，咱嘛是真心地传达讯息啦吼、哦。不过咱就是讲，拄拄啊好，咱讲一样米百样人对无？每一个思想无同，咱啊一讲来了解，咱讲较济。讲落就冻着病吼，小停一下吼，啊无就是讲时常你去找伊，啊拄着咧讲啥物，我拢嘛讲着，啊即马时机足歹无，若讲足好诶，你免甲讲啊，哦即马足嗨诶啦，啥物税金过来啊，啥物话吼，拢起价啊吼，你着甲问看讲即马诶政府安尼，你有满意无啦？啊若无满意咧，你要换一个政府甲你管无啦？安尼足简单诶啊。见缝插针啦吼，利用讲的话题中间正家己拖落去，无一定讲爱安怎。拍电话某某人啊，你今仔有闲无？好，今仔报你一个足好代志，伊就想要挂掉安尼。我要来甲你讲民政府的代志吼，伊讲实咧，我今仔无闲咧。吼，真济人是安尼啦吼，所以讲这个技巧性嘛是因人而为吼，每一个人。的想法看法不一样，为人足自信的呢。吼，你咱的分组会议讲安那，我讲啊，即马什么人当的有才调，随甲我介绍十个，足侪人举手呢。有，我绝对，阮兜叫叫的十个啊吼，当去搁走来甲我讲安那，要收两年。阮的祖囝无听我的，阮后生也无要听我的呢。啊，我讲啊，你咪讲保证你要叫十个，啊，结果你，刀吼磨袂来，你就要扑。啊，你嘛带来我扑，我这大鸡刀，因为我扑足久啊，愈扑愈来嘛吼。啊，你嘛带来我扑哦，吼啊，所以吼，拢会去碰着壁。咱这就是讲吼，技巧性啦吼，技巧性那是讲吼，咱呢，即马讲到这个题目，就是讲吼，需要关心嘛，爱分寸啦吼。但是上重要，咱是不搬弄是非，不搬弄是非哦，爱息事人宁人，人际中人际中吼、哦，咱是起到中庸就好。如果我要鼓舞这个朋友来咱台湾政府，咱是爱看伊的程度甲需要，吼、哦。如果那无咱团结信息讲啊，你来办一下身份证。咱爱讲身份证的重要性，互听就好。伊毋免一定来上课，咱嘛爱分辨清楚，话来作适合，话来实在是运也无适合。如果我拢共讲，你若一个月赚两三百万以上，这你叫办身份证，都无一定叫伊来做大官啦，对无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办身份证是每一个人需要，尤其愈好业，赚愈济的人愈需要。后摆吼，
因若听到40,000换一颗春两粒鸡卵吼，讲夭寿啊！你这个好朋友安尼无甲讲吼，你足歹心咩？安尼嘛是袂使，所以咱伊的利益咱甲讲，啊，伊要参加无？我就讲，咱有时啊嘛是爱半强，啊，有时啊嘛爱半软啦吼。所以这做人足歹做，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课？虽然讲起来足浅薄，唔过。足侪人做袂到的代志啦，吼、哦，唔是遐容易安尼吼，所以咱爱讲吼，君子之交虽然淡如水，但是咱拄到好事要共报，嘛是爱有人会接受，表现就是一定爱适当吼、哦。啊，你若是讲，如果呢，咱去甲这个好事传出去，无一定一世人吼。伊变你的知心的朋友呢？像我无一定找亲戚朋友哦。我的亲戚吼，我独独吼，看阮一张，阮去甲拜访阮小弟做过议员嘛吼。但是国民党的咧，讲这啊，咱坐会啊吼，养老就好啊啦。我讲卖讲啦，你国民党的关系啦，对不对？吼，所以呢，有时啊吼，外口你拄到的人，你甲讲，顶多会听。啊，这咧。佛教讲吼，因缘甲福报啦，福报无够听袂落，看你正一步，咱无一定一直会到，啊，咱唔免遐辛苦吼。啊，那秘书长讲的吼，咱免讲高钱，咱嘛足晓摆的咧，对吼。吼，咱将来拢大官，虽然我即马吼是要传福音给你，是要救你，唔是要害你嘛吼。讲了嘛是。坦然呢，唔免低头下去讲，哎呦，较紧来啦，安怎样？所以咱的态度咧，一定光明正大，是卖讲甲想诶就好啦。阮个朋友，阮个副会长吼，啊，为大邱啊走甲台北去，因朋友讲诶，讲，卖啦，阮较慢诶。伊讲你要捡山啊哟，啊你吼，你若即马吼唔卖来办身份证吼，我今仔去一抓来啊吼。你七张哪拢无啊摕出来，咱朋友到遮倒啦，我夭寿咯呢！我也无教你这招，你该讲怎个？伊讲安尼偌好用的呢？随去户口簿啊、身份证拢摕出来啦。所以讲，这个技巧吼，因人而异啦。为人你无甲讲强，伊嘛唔出来咧。啊，为讲伤人吼，敢那未输你赚偌济咧，迄嘛无需要。迄种的你都爱讲空个安尼吼。所以吼，即马去吼。那软爱硬吼，家己调啊好势啦吼，安尼吼。哦，啊，咱即马讲的这个题目，就是讲，咱要做一个大官员，咱具备的条件吼，不只是安尼尔尔啦，是足济足济拢讲袂了吼。啊，我就大部分讲这几条基本啦吼，咱爱和蔼，像咱呢。诶，动心吼，大部分拢有安尼吼。我伫日本出入入40年，啊，透早啦起来吼，伫外远嘛安尼。南美、俄亥俄就是哈罗吼，因为奥克纳瓦吼，美军足济嘛，阮隔壁阮诶厝拢租人美国啊啦，甲你哈罗咧吼。Good morning 安尼吼，台湾人吼，我煞有迄个习惯，啊，出来吼讲笑一下，人讲骂我笑诶呢。啊，真奇怪咧！台湾是安怎会变甲遮凄惨？啊，咱有礼貌讲笑，一个讲咱笑的呢？啊，是毋是咱爱改进？对无？有礼貌是做人的最基本呢，一定看到人爱笑笑呢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台湾民政府为咱遮经济开始，咱来改变好唔好？看到人拢爱笑吼，对无？看到啊，当心的你好，吼、哦，当心的你好，安尼对无吼？当心就爱讲心，咱吼、哦、台湾，尤其台湾政府的官员，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，对不对？大家拢爱心连心，手牵手，一定为着咱这个台湾政府来建立，来打拼，好唔好？所以咱一定爱和蔼。要亲切，善解人意，啊，事不关己吼，己不关心。如果呢，唔是咱的，自然卖讲插伤济，哦，
插伤济，伤麻烦，阁会惹祸上身呐、啊。就是讲，咱为个人吼，足爱插人个闲啊代志，啊这嘛用。那是人咧讲无关系咱代志，像我足惊个呢。人若两个伫遐咧讲啥吼，咱就讲哎啊，我会使活去无？也是人伊咧讲秘密，所以讲秘密。你若刚知影足凄惨哦，伊这个秘密吼、哦，万一那是暴露啊吼，其实唔是咱去讲，结果伊讲你当场你有听到，哦，啊，迄跳落阮高雄的爱河，即马讲真清嘛是洗袂清，对唔对？吼、哦，所以讲一点一点，点点滴滴，咱即马做大官，咱的身份无同，咱一定爱一去注意。所以袂使凊彩讲，像过去安尼，咱的处事讲凊凊彩彩啦吼。尤其有身份的人，咱讲话一定爱足注意。咱一个人的人格表现，表面是咱的服装看到的，但是你要代表你的人格，在你的语言呐、啊。所以是安那，我拢一直争取讲起来才有讲话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讲了久较骨溜，啊，较袂红面啦吼。所以呢，咱每一个人个个，而且咱的分组会议的时阵吼，起来大家拢爱勇于参加。啊，各州的训练，大家拢一定爱去训练讲话吼。咱的每一个人按咱讲是政务官，唔是事务官。事务官你是家你的这个专业提出来点点啊，逐工底下哭都会动的。但是事务官是做事的哦，咱是要带人的哦。政务官是指导别人的，所以心理学爱时常时常伫咱的脑海来去注意甲学习，真正重要。就是讲，你领导人人有要听你无？那无你爱下台，啊，咱无采职位拍拼遐久，对唔对？安尼对无？嘿，所以讲吼，咱做人甲做事。是无同，人讲做事容易做人难，难难难呐、啊，不是只有一个难哈。所以呢，咱爱为即马开始，因为咱家己大官，那我讲的拢讲，咱衫裤穿好，逐工行去照三拜，我有升大官无？对无？啊，人外口看唔正会知影你是大官。咱即马去穿衫拢爱无共，人看到我，你着大家乐，你甲讲我毋是，我即马无代无志吼，麻雀煞变凤凰诶，啊讲互伊听无，你也要了解我带你来，安尼一句嘛幼稚啊，对无吼？啊，我即马毋是着大家乐呢，比大家乐较好，大家乐着一届尔，咱即逐个月后摆啊拢咧领薪水诶呢，有较好无？所以讲我即马雄雄变凤凰吼。啊！你看要来了解无？你有想要做凤凰无？安尼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就该应去吧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即马来，搁再下一条吼、哦。时间就是金钱，咱像台湾政府即马步步高升，而且成功在望，成功在即，就是已经呢，像我今日阿未十个人哦，即马讲人是人。最难的一个问题，不过美国那边卡步足紧咯吼。咱即马秘书长讲的，四月咱要派去记者会，世界记者会，搁要跟美国签订合约，正式的台湾政府的名字已经改好啊呢。这个名就是会当执政的正式的一个政府的名字，所以咱呢。家己嘛，脚步爱踏紧，咱要袂使老师讲，干那嗲嗲等尔，咱嘛是爱共同较紧冲。人就是讲安那，你那一个滚水兄要滚啊吼，唔好禁火啦，对不？一定火阁开了大趴，互滚起来，加强，唔好等啊冷气，才阁要来兄冷地吼。安尼就是时间，就是金钱，金钱就是生命啦。对不？所以呢，咱有一挂代志吼，如果呢，咱来速速会当做成的代志，
一定要较紧去完成。遇到困难不要退缩，咱爱找人敢协助。所以呢，咱即马呢，互家己呢，会当安尼真紧真紧达到咱各位的角色。你做州长也好，做副州长也好，你做做会务也好，会策也好，咱做会员也好，带入的人有够牛，你嘛毋惊排袂着，因为有本事，人目睭足金的吼。但是卖讲客气，甲讲你拢无爱表现吼，啊人嘛袂去恁兜甲你敲出来吼。所以呢，咱爱勇于奉献的心，咱即马出来。就是讲，你会晓对一位，虽然你较慢来，你讲我会晓做啥物，你表现拢看，我一下啊叫几啊十人，这嘛是你的能力。但是我有坚持过吼，照叫人诶，不一定会晓领导，啊，会晓领导人诶，无一定叫会着人。所以我当时吼，伫高雄州诶时阵，我是一定毋是要。一定就是说以他的叫人的程度来给他衡量给他摆位置，就是说领导的人是有领导的人，领导他有领导能力的人，他的口才又很好，人缘人缘他的人气又很好，不一定他叫有人，我们不可以说你很厉害的人叫没人，就把你裁掉了。所以说我们不是在做传直销，你甲我叫几个对我有利益，啊！你都领我侪钱，啊！唔是安尼。咱这个台湾政府呢，咱是官员，你这个人有能力做啥物，摆伫啥物位置，有能力做啥物，摆伫啥物位置。即马现本时是共同来拍拼，卖计较伤济啦，对不？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讲这个时间就是金钱，咱就是即阵现本时呢。咱若是有动心的来上课上上咧，回去拢无叮当的，咱拢爱家悄悄悠悠出来，好无？大家较紧来出力，就是讲吼，咱即马即个滚水兄要滚啊，火搁甲点较大拍咧啦，吼吼、哦，就是讲叫人来办身证，达到美国认定的法定人数，啊，加咱来训练咱的人员吼，好、哦、有够。咱就是会使接种安尼吼，所以美国迄边，伊不但伊敢配合，伊阁叫安倍晋三起来配合咱，因个国防部长那嘛来过啊吼，阁而且顶边的台日共荣演习班吼，中将、少将拢来，所以因即马嘛知影因脚步爱较紧加强，啊，所以咱呢是该叫请的人，咱家己袂使。豆豆啊，三嘛哈，来个一对起来哈。默默无闻。就等默默无闻哈，得适当的功劳哈，显示出来，免于成果被人利用哈，勇于事实公布于众哈，捍卫自己的功劳，不让别人盗取利用，为自己讨回公道哈。发言时要注意你的措辞跟态度啦哈，这个最重要就是讲。现本时足济人来吼，为人足有能力，啊，有伊能力呢，伊是较爽较憨啦吼。伊家己的本事拢总提提起公开，啊，着有人迄较牛的吼，较牛的伊着讲，迄拢总我做诶，吼，我比较讲咱不比一个咧啦吼，啊，我叫七八十个来，啊，一个较牛的。来讲，啊，这拢斗斗伫我遮吼。哎呦，我甲顶时报告讲，这一百个拢我叫的。好好好，啊，无你来做州长、做副州长。啊，其实迄是拢别人叫的啊，
但是伊较会唱功嘛。所以呢，咱毋是讲咱要唱功就好，咱无鼓励人唱功就好，但是你的能力，你爱适当保护家己。我有这个能力，你爱适当，适当保护你家己，免于你被人埋没啦。安尼嘛足可惜呢。啊，你该提升的无提升，啊该无提升的提升，安尼吼。后摆啊，咱做一个政务官，咱下底的人嘛是有这条现象啊，足牛皮的。所以人一个话安怎讲？你要用的人是要用好人，不是干那用对你好的人，对不对？对你好的人，如果那歹人，后摆伊会甲你拖落水哦。吼、哦，所以是一定对你好，这基本。但是一定要用好人，你若用歹人呢？你家己后摆啊拖拖累死，你不如莫用，莫为着人干破哦，足欢喜的。啊，这个我都要甲用，啊，迄、那个真正好人介敖，你都唔敢用，这足重要的呢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用人用对人甲唔对人足重要。咱今个现象足济嘛吼、哦，你国民党的例就是讲吼。哦每一个人拢要用家己的人，啊！我认为人日本伊的方向咧，用人才无要用奴才啦。对你好的人，伊用给你做奴才尔，伊唔是人才啦。咱若人才咧，别人个咱嘛爱讲重用啊，所以这足重要的啦吼。所以呢，咱爱注意这点吼。咱下底过来花小钱吼，收获多啦吼。这个就是讲吼。咱伫这个人群的中间吼，咱会当付出一点啊，去对别人好。啊，你一点点啊的芝麻小事，你会当换到一个大西瓜。所以吼，阮过去常常咧讲，讲你花钱去啦，钱善人聚吼，这个道理咱也爱捌。你若做一个人的中官，你无老是很小气，啊，拄到啊你嘛甲。咱的下底的人吼，慰问一下，啊，买一个小小一粒糖啊，大家嘛，讲食水甜嘛吼，生意食水甜。领导人不要老是讲，哦，我下底的人吼，你比我比较小，你都爱甲我抱，你拢爱买物件我食，还是你拢爱甲我学路？咱做顶管的人，你爱时常学路下底剥削的人，吼，唔是干那学路，咱的顶管的人尔，承上启下。咱爱三方面，心连心爱友也好，袂使干那铺顶悬，下底无共看作一回事吼。这种老早爱下台，甚至讲伊若做歹代志，伊得罪下底足济人，无定爱用枪毙哦，对不对？因为得罪足济人吼，伊无照顾下底的人，下底的人有恨在心，伊会挖你的疮疤，是毋是安尼？为甚至吼，好，你对我作歹，你老是找我麻烦，你拢疼惜你家己的人娘娘，我就挖一个窟啊，互你跳，安尼会死也袂死。所以凡事不要制造敌人，咱爱结善缘，交好朋友啦，对不？嘿，所以绝对爱注意这个点。咱就是讲，一定要舍得啦，讲花小钱吼，习大事啊，吼。咱唔通讲吝啬家吼，互下底的人吼，甲咱讲咱是小气鬼安尼吼，所以咱爱注意吼。来，搁下底一条吼，巧言善辩吼。咱巧言善辩吼，是讲吼，咱告诫人民吼，不要唔好讲欢喜安尼。干那爱做迄吼反方向诶，就是做倒变代志啦。卖弄家己诶能力，讲吼呼风唤雨吼，啊安尼犯嘴里的毛病吼。如果咧吼，你若显露才华吼，早晚吼会被人家排挤啦。会适当当傻瓜吼，是真正诶聪明人啦。过于吼精明的人吼，人人拢后背啊拢会离开你。伤过厉害的人吼，因为你咧都是利益嘛，
害就是对别人有害处啦。所以讲吼，伤过巧的人吼，应该是要低调，有自己的道理。伊是讲人们吼是要稳中求进吼，平静表面，暗藏玄机。所以呢，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的看低他人啊，袂使讲吼，你即阵家己表现你拢足够，不可一世呼风唤雨。我即马哦，官足做足大呢，大家拢比我比袂过，大甲袂穿蠓大只，安尼敢好？安尼憋嘴呢吼，所以吼、哦，蠓有即种的心理，一定袂使讲。予人看你足厉害，足厉害，个个拢惊你。你用你的权益要来压倒别人，是一时无法度永久。安尼，你即位永久都保袂掉。咱无简单有福报来到这個台湾民政府，咱有这个职位，咱爱好好报效，对不对？一定是爱公平，一定爱民主，咱公平。所有的团体的纷争、国家的战争，都在不公平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点足重要，咱嘛是爱注意哈。哦，时间到啊，哟，无这条阁讲一下好无？鹤立鸡群哈，足济查某人哈，啊足爱讲做先后啦。生活中如果在职场中也如此。但是知不知吼、哦，这是咱的这个职场的大忌啦，就是一定很忌讳哈、哦。虽然能够一席之地得到一席之地，所以哈、哦，极尽所为，能力自己展现自己的才能，以表家己会当被取代。这种的想法是无错，但是呢？天天栽灵，可要讲方法啊，小心，予人甲你联手，甲你整理。你吼、哦、受到厉害的批评，啊，甲你家己着吃，着家己讲食袂消，啊，你爱家己行路啦吼、哦。一定爱拉近人际关系，啊，独挑大梁来做好。人民的心中的地位才是重要，所以咱每一个人吼，你唔茫讲啊，我即马吼用心计较来抢一位，啊，你家己坐袂住，安尼是足危险的。所以讲吼，唔通家己你得失足济人，人联手甲你整理。不过呢，我伫这社会混足久啊。你无得失人，嘛有人要甲你整理的嘛有哦。所以咱即讲做人是真正艰苦，讲人做天公都有人咧嫌啊，如讲咱人，所以咱要懂得保护自己，爱会向善啦。吼、哦，你若是如果遇到安尼施展呢，咱唔免一定及时讲，即时就爱甲伊辩解，爱即时甲伊争论一个讲。什么人对上唔对？人讲在做，天在看，而且我们上面的人，大家个个拢是精英，目睭足金的啦，看久就看会出来啦。所以呢，咱嘛唔免一定看伊讲争得吼，迄落眼红脖子粗安尼啦吼，一定早晚尔会行咱公道。所以为着咱的和谐咧。咱家大家拢同事，同事是共同做这个事，所以咱是绝对袂使分裂，袂当互相来攻击，安尼对无？所以咱爱注意的代志吼，一千五啊几条，啊慢慢啊，咱才过来探讨。啊，多谢大家，祝大家大官做好，予恁吼富贵万万年，感谢。请起立。